这一节要来讲的是懒人包里面的其中一套行销工具，叫做借力库软体。那这个借力库软体呢，它主要的目的是用来做跟进式的发送 email 或者是简讯。手机简讯呢，每一封1块钱。手机的 email 呢，如果是由云端系统发送的话呢，它一年的最大发送量10000封以内是免费的。那这个系统它分为经销版，还有一般用户使用版。那你可以按 bit.ly， 然后-j-free， 哦，这个网址就好了。这个 bit.ly 哈，就是一个缩网址的网站哈，专门用来缩短网址的网站。然后 j 就是借力库的 j 开头，然后 dash free 就是免费体验的意思哈 ，j dash free 这个网址。然后你按一下 Enter 就会进入这个网站。这边有告诉你，换名片就能成交，不到10秒钟完成你未来长久的人脉经营。啊，这边有个立即体验，就是可以去安装那个软体。好，底下呢这个影片，之前你们可能有看过，它主要就在讲述这个借力库名片管理的功能。那这边有讲到说，把名片变钞票，借力库点石成金术。借力库它是一款社群 O2O 人脉行销系统，只要你用手机拍摄新交换的名片，在30秒之内呢，对方就会收到你初次见面的问候语。接下来的几天呢，借力库系统会帮你做好长期的全自动跟进成交，进而达到提升业绩而成功。好，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，当你扫描它的名片的时候，它名片的资料呢就会传到你的手机本身，而且呢它还会上传到云端这个借力库系统。那这个云端借力库系统啊，你必须到后台先去把这些信件都先写好。好，譬如说这边有见面第一封，然后之后的第二封、第三封、第四封，每隔几天他会收到一封信这样子。那这个跟进信呢，你事先先写好。那之后你要做的工作就是一直交换名片，或者是呢你把以前的名片拿出来拍，或者是呢你以前有整理过的电子档 ，OK， 把他们的 email 和手机号码、姓名汇进去，大量汇进去，或者是你要用手 key 也可以。那只要一 key 进去，或者汇进去，或者是拍名片汇入的话呢，这个借力库系统就会开始发送简讯或是电子邮件，由你自己选择，简讯或是电子邮件，然后把依照排程，每隔几天发送一封，每隔几天发送一封给对方。所以不管你什么时候汇入或拍照或输入自行 key 进去这些 email 或是手机号码的这些联络人呢，从汇入的当下那一刹那开始，就会开始这些信件的排程。好，那底下我们再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。好，其实这些信件早就已经在云端后台安排好了，不仅和您交换名片的朋友会收到第一封信，包含未来哦，他们都会收到您在云端后台已经安排好的信件内容，就是排好 schedule 就对了，然后直接套用邮件范本。借力库提供已经写好的信件范本，可让您直接修改套用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写出具有吸引力的信件。云端后台还可以查看收件者开启和阅读信件的次数，让您轻松管理成效。那他可以挑选文案的范本直接去套用，然后因为有些人他不擅长去写文章，那没关系，你就先用里面的范本，然后你再去套用去修改，先套用范本之后，然后你再去修改他里面的这些文字。如果你完全都不会写的话，那你至少要去修改他的范本，变成你自己的。好，譬如说信件内会自动套用对方的名字，亲爱的括号 name 您好 ，name 这是一个变数，所以你只要写一封这样的信给对方，一次发送给1000个人，那1000个人的联络人里面呢，因为这些联络人里面都有他的名字，那这个 name 呢就会带入他的名称，所以每一封 email 都是客制化的，都是写着对方的名字哦，虽然你只发一封，可是每一封都会用这个变数的方式，这是程式嘛，然后他会去套入对方的姓名，对方的名字，很高兴与请 T1 认识原因的栏位有没有？好，认识原因也是一个变数栏位，很高兴与您在哪边与某某某认识，然后自己的昵称这也是一个变数哦，
红色字表示替换成自己的情况，有没有？这些红色字呢，其实都可以换成你自己的变数，自己的变数哦。然后这些都是变数栏位，有没有？姓名、电子邮件、推荐人姓名、联络资讯、推荐 ID 等等，这些都是客制化的栏位，这个都是变数，变数一旦点一下就可以插进去，像这个 name 有没有？那 name 其实就是姓名，按一下就会插进去的。然后底下呢，超强的名片辨识功能，好，它是结合了全能名片网，名片全能网这个软体，好，借力库它是一个手机 app， 也是一个云端的从网页登录的一个后台，然后它会结合手机版的那个 app。借力库 App 之外，还会结合手机版的名片全能王这个软体。那名片全能王这个软体呢，当你用单纯用名片全能王这个软体在拍名片的时候，它会去辨识名片的档案变成数位格式，好，就是把名片这个照片档辨识成为手机文字，手机号码就会变成文字，然后 email 就会变成英文字，好，都会把它辨识出来。但是呢，它只会存在自己的手机。可是呢，一旦你用借力库去启动拍名片功能的时候呢，它会把这个名片全能王带出来。拍完之后呢，又会把资料塞回借力库，然后借力库的资料呢，又会上传到云端去。所以呢，它就可以从云端去发送你预先写好的那些排程的信件，或者是简讯内容。所以呢，借力库这个 app 跟那个名片全能王的 app， 它本身他们两个是有做合作的关系，所以有办法这样运用。那这个借力库它有四大应用面，第一个就是增进印象分数，比如说你是做业务嘛，然后达到自动沟通，节省时间，因为它会照排程去发送信件或者是简讯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可以增加受访准客户的质量跟值，就是他们会因为认识你嘛，慢慢了解你，因为你发送的信件可能有五封或七封或九封等等，那他们慢慢了解你比较深入，那当然这个值跟量就会提升啊，好，提升成交率跟业绩。那在企业管理部分呢，它可以掌握员工是去做业务还是去摸鱼。好，第二个就是名单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，你的资产掌握在你的手里还是在业务人员的手里？好，这个之后呢，这个借力库的系统啊，它可以让企业去做管理使用，这个他们还有一个企业版，在这边我们先不要介绍这个。企业版其实就是老板底下再授予给业务员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套借力库，可是呢他的主管者是老板哦，这个就是企业版的。那这样他们业务员扫描完这个名片，全部都会回到这个老板来做管理，等于说公司聘请的业务员，他们扫描的这个客户资料全部都回归到老板这边去做总管。那这样业务员离职就老板就不用怕这些名单会不见。然后第三个，在行销展场上的运用呢， B2C 它掌握客户精准需求的属性名单，好，在 B2B 方面呢，它可以快速提供商品的资讯跟报价。好，然后第四个呢，人脉借力，比如说通路商啊，他们要增援啊，或者是经销商或者是代理商啊，都很适合用这样子的软体。然后相关厂商可以共同曝光商品搭配啊，绑搭啦，捆绑销售或搭配销售。那针对媒体商呢，他可以做广告啊，做传播啊，做知名度的推广啊，在产官学界可以做到公信力、声望和信誉。第五个客户呢，他可以做到追溯、转介绍、见证。然后金主呢，他可以增资人才、导师关系。第七个国际应用上呢，总代理啊或国际关系啊，好，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利用借力库去做到其他的应用。那这个系统为什么它叫借力库？就是有了名单之后，你就享受交换资源的权益，可以很容易的跟相关厂商合作互推。好，譬如说 A 这个人他有5000笔名单 ，B 这个人也有5000笔 ，C 这个人也有5000笔，那在这边有个例子啊，就是 A 会员他经营的是婴儿清洁用品，啊 ，B 会员是婴儿健康食品 ，C 会员是衣着用品啊，婴儿的衣着用品，所以 A、B、C 这三个人啊，他们是可以做成 Power Team 的，他们可以做成 Power Team。Power Team 的概念就是说，他们可以互相合作，因为他们的名单都是属于婴儿群，可是他们卖的东西呢，都是不同的东西，
所以他们彼此是不竞争，但是可以共用名单的，哦，可以互相推广的。所以这三个会员的客户群彼此是相同的，那各有5000笔名单就可以彼此互推。譬如说 A 他可以去发送 B 跟 C 的产品资料，啊 ，B 可以去发送 A 或 C 的产品资料 ，C 可以去发送 A 跟 B 的产品资料，等于说帮他们转介绍。那他们三个去互相合作的话呢，名单是不是本来从本来的5000笔就变成乘以3嘛，就变成15000笔？对他们三个人来讲呢，就都有好处嘛。这个就是 Power Team 的概念。在下一节里面哈，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利己体验，就会到这个页面来去做申请了。